三对好友派一位代表站在木桩上用枕头攻击对方，最后一位留在木桩上的音乐人获胜。哇，啥意思？就是用枕头站，然后你站在一个木桩上，这样不能下来。这个适合你们俩哎。这个游戏，敏俊又要干体力活了，就我了吗？就我去啦，我去，交给你啦，你有羊。好，这个我来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怎么又是男 PK 女啊？所以人家是参加过那个节目的，还怕什么？连鳄鱼都不怕了。鳄鱼都不怕，我们就是这种命运吗？真的。剩下的三队是吗？你要上场吗？你上吧。对，我上可以。来，那我们三位选手张芸京、胡彦斌和我，请登场。好，来吧。来，先为大家发放我们的进攻的道具。枕头，加油，坚持到最后。 relax。 什么感觉？有点远，打不到。对啊，有点远。感觉冰冰很想把我们弄下去。这打不到啊。这打不到。可以啊。来，开始。我们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耶、yeah. 我们先友情的来一下哈。我你有点大量、哎、好像这边比较容易。那你比较顺，那边比较，你先打那边。打脚，这样很难打哎。嘿，这样打不下去的。我刚好下盘有点稳了。我你很大，太稳了吧也。核心太稳了。我。他自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自己下去，我自己掉了。好，就我们两个来了，就我们两个了。对，喂，必打，喂，喂，喂，哈。不是，我感觉沈林的地方他打不着冰冰啊，你看多么的远，沈林你怎么都够不着他，还有配音哎，嘿，嘿，快进。甩半天都够不到他。嘿，哈，嚯，哈哈，还蛮舒服的。我觉得我好像每个人处在一个安全距离，好像。喂喂，哇，你好稳呐！我先让你三招。哈，嘿，哈，还用一条腿。嘿。喂，来了！喂，喂，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嘿，哈哈，哇！请坐。太稳了，果然唱高音强的核心也强。我感觉沈林在那够半天没够着的。对呀，没够着。主要是我让他躲，你知道吧？这样蛮舒服的。厉害。